恐怕无法看到明天的日出了。你如果有这样的自信，飞刀就应该更快，不要给我躲开的机会。我同时发出四把飞刀，你躲开了银色的三只，但黑色的你没躲开。黑夜是黑色飞刀最好的掩护，你死定了。你很信任自己的第四把飞刀，从没失过手。我一样信任我这两根手指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陆小凤，四条眉毛的陆小凤。好像是天字三号的客人。哎，好像是啊。大爷，哎呦喂，您这一睡啊，整整七天七夜呀、啊！哎呀，小的这叫一个担心呐。要不是看你气色红润，呼吸均匀，我就去找郎中了。你以为我会睡死啊？啊？放心，我前半辈子受的苦太多，现在就死我不甘心，未来的日子我得好好的享受一番。我给您倒杯酒啊。哎，来来来。不用了。哎，我喜欢喝这个。哎，人睡了一觉，就是去了一趟阴曹地府，走了一趟。如果我能醒过来，就很值得庆祝。这壶酒就是庆祝我逃出鬼门关的，所以叫做还魂酒。活着真是件美好的事情啊！嗯，你说是不是？是是，我再给您来一壶。哎，你觉得我像是一个酒鬼吗？像，可又不太像。我是个酒鬼。而且是个四条眉毛的酒鬼。伙计，下来伺候。哎，好，来了。哎呀，楼下什么时候成了赌局，吵得我睡不好觉。哎呦，您都睡了七天七夜了，还没睡好啊。大家停一下。
天气这么好，大家为什么要躲在这里呢？嗯，你们看这里吵吵闹闹的，空气又污浊，应该去街上逛逛才对，怎么能把大好的青春浪费在赌桌上呢？哟，他是谁啊？干什么的？哎，你是谁呀？凭什么管我们赌不赌啊？是啊，你凭什么管啊？我叫陆小凤，四条眉毛的陆小凤。嗯，陆小凤是谁啊？没听说过，哪儿冒出来的？大爷，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怎么没听过你的名号啊？你当然没听说过，因为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。但是什么？但是我马上就会扬名四海，誉满天下。原来是个疯子，原来是个疯子，吹牛倒是够可以的。就是，来来来，咱们玩儿，玩儿，玩儿，来来来，玩儿，玩儿，哎，买定离手啊，来定离手，哎，买定离手，哎，开。你干什么？听我的劝吧，不要赌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有多少人因为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真是很惨。我有一位朋友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就算家破人亡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少管闲事啊！说对了，你们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但是你们在这里赌，就跟我有关系了。哎，什么关系啊？我本来在楼上睡觉，睡得很香，可是呢，你们在这里大呼小叫，把我吵醒了，这算不算跟我有关系啊？哎，我们赌我们的，你睡你的，受不了吵你就滚到别处睡去。哎，我这个人很特别，能找一张能让我睡得踏实的床真是太难了，在这里好不容易找到一张睡得正香，就被你们给吵醒了。那如果你们想赌的话，劳驾你们去别的地方赌，让我再多睡一会儿。说这么多废话没用，把手拿开。哎，看来你们是不肯让我睡觉了。你睡不睡关我们鸟事啊？哎，你啊，原来是个练家子啊！看来要想让你们不赌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把你们都赢光。好了，你们都输了，没钱可赌，你们该走了吧？这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给。大爷，小子今天真是开了眼了。对对对，说得对。赏你的。对，大爷，你真是武功盖世啊！而且慷慨大方啊，大爷，一定要再来啊！大爷，一定要再来啊！大爷，行行好，大爷，大爷，行行好，行行好，给点零花钱吧，大爷，大爷，行行好了，行行好，求求你了，给点。那全给你们。千金散尽还复来，身外之物。啊，假的！师傅，展开，别动。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使用假银票，让我们走一趟。哎，慢着，刚才那些银票呢？飞龙铁马在此，你难道还想跑？哦，原来是大名鼎鼎的蒋龙、落马两位捕头。是这样的，刚才那些银票呢，是在赌场里兑换的。如果是假的，你们就充公好了。嗯，撒谎都不会。本地一直以来严禁赌博，啊，何来赌场？走，跟我们到衙门去一趟。哎，等一下。这里没有赌场。嗯，啊，那好，你们跟我去看看。赌场在哪儿啊？刚才明明……哎，伙计，哎，客官，客官有何吩咐啊？刚才那个伙计呢？
他对给我的银票是假的。哎呦，客官，不瞒您说，小店呢小本经营，伙计就我一个。什么？哼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老实点，跟我们走一趟。等等。你们花了这么大的心思，就是为了带我回衙门吗？陆小凤果然不是寻常的无名小卒，眼睛真的厉害。无名小卒就是无名小卒，但是这一点直觉还是有的。这个客栈就是一个精心的布局，只等我来入套。事到如今，跟不跟我们走，也由不得你了。的确由不得我。好，跟你们回去逛逛也无妨。其实我真的好同情你们，但是整天待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好人也会变成鬼的。少废话，快走。老爷，老爷，行行好啊，老爷，放我们出去吧，老爷，老爷。你要找的人来了。你就是陆小凤？你不认识陆小凤吗？当然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要见他？哼，不认识就不能见了？你少耍花样。你要见的人我们已经找到了，你快点招吧。我没什么可招的，我找他来就是替我招雪的。主庭，我念在你我旧日相识，不愿意对你动刑，你可不要耍花样。我能说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了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要是想耍花样的话，你们关得住我吗？啊，朱婷果然是名不虚传。你虽然不认识我，但是我早就听说过天下第一的能工巧匠是鲁班神府门的朱婷。朱婷，你还想越狱不成？这大牢是我一手修建的，每个地方我都了如指掌的，我要是想逃的话老早就逃了，何必要等到这个时候？那你……哎，二位捕头，虽然我很敬仰这位朱婷，但是这里似乎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现在可以走了。不行，你还不能走。不走干什么？他想见我我已经到了，可我们不认识也没什么话说，我在这里还有什么用处吗？知道我为什么找你过来吗？我想你无非是想拖延一点时间吧。不，你错了，这个牢房你也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来。你们看。陆小凤就此一过。陆小凤，原来你是越狱在逃的犯人。这间牢房当初是为了关押重刑犯人而设计的，有进无出，多少名扬天下的悍匪大盗死在这间大牢里，但只有一个人逃出去了，那就是你陆小凤。我虽然不认识你，可是我想既然你陆小凤能逃出这间牢房，就一定能够替我洗清冤屈的。陆小凤，你笑什么？你们这些人真有意思啊，就凭那几个字费了这么大的劲儿把我请来，而且你们怎么知道我会不会帮忙？我是没有这个自信，你要是不愿意帮忙的话我也没有办法，只当临死之前多认识了一个朋友。那好，做朋友可以，帮忙我要考虑一下。哼，恐怕这个忙不帮也不行，反正你是逃犯，既然进了监狱就别想出去。好，看来我是骑虎难下。对不起，
把你也拉进来了。二位捕头，你们出去一下，我和陆大侠有话要说。你，哎，好，我们出去。杜云这小子耍我们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替官府做事，比如建造这座监狱，或者是给皇亲国戚制作一些好玩的物件，博人一笑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太平。但你在江湖上的名头可是不小。毕竟我们鲁班神府门也算江湖中的一个门派。我没想到，我替官府做了这么多年的事情，居然也会出事。什么事情？你用没用过这种银票？当然用过。大通宝钞是现在市面上最有信誉的银票，全国各地都有分号，存取容易。大通钱庄实力如此雄厚，是因为它后面有两个大东家，一个是大名鼎鼎富甲天下的花家，一个就是当今的朝廷。这个我倒是不知道，原来朝廷也做生意。朝廷利用大通钱庄的各地分号，使各省官银流通平衡，只要这么几张银票，就可以解决全天下官府的赋税饷银。嗯，原来如此。可问题就出在这大通宝钞上，大通宝钞流通这么广，当然怕有人伪造，所以他们请我来制作印刷银票的印版。因为我制作的印版没人可以仿造，但是假银票还是出现了。如果只是假银票就好办，可是竟出现了一批来路不明的大通宝钞。不明来路？为了便于管理，他们呀把这些银票都编了号，而且每张都不一样。你看，这是人字982号，哎，可现在有100张一模一样的人字982号，而且都是真的。那就只能乖乖对银子给拿银票的人了。哎，大通钱庄下通商贾百姓，上通朝廷国库，全国大批金银80%是通过大通宝钞流通的。如果查不出这批银票的来历，恐怕随之而来的是国库亏空，国家赋税瘫痪。既然这样，为什么不再制作一版模具替换假版？换版虽然简单，但风险更大。同号银票的事儿虽然被官府压住，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但是一旦风声泄露，肯定就会引起一场挤兑银票的狂潮。到那时，大同钱庄不但会倒闭，全国官府的银票哪里经得住这上上下下的挤兑？有道理。那当初银票的印版是不是被偷了？当时为了保险起见，印完之后我就把印版给毁掉了。毁掉？是啊，是我亲手毁掉的。不过这次出现的假银票和我的印版印出来的银票是一模一样。哼，所以官府怀疑你私造印版？对，他们除了怀疑我，已经找不出第二个替罪羊了。是啊，世界上的事情总要有人承担责任。我实在是冤枉啊，不过我知道这世界上有跟我一样手艺的人。虽然什么？你过来，我告诉你。哎，朱婷说什么？我也听不清楚。嗯，我早就觉得他在耍我们。可案子毫无线索，只能从朱婷身上打开缺口。哎，上面给咱们破案的期限只剩3天了，想保住这个官职，也只能靠陆小凤了。可我总觉得信不过他。背后说人坏话可不好。你怎么出来了？是朱婷告诉我出来的机关。啊？那朱婷呢？他又把自己调回去了。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姿势去休息。啊？那我去点他的穴。算了，朱婷如果想走，
他早就走了。二位捕头，没我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朱婷跟你说了什么？好，我把朱婷告诉我的事情全告诉你们，然后这件事就与我无关了。你说什么？这，你别忘了，你是从大牢里逃出来的重犯，我随时可以抓你。如果你帮我们这个忙，我保证以后不在这个事情上找你麻烦。我真拿你们没办法。秀才遇见兵，有理说不清。朱婷告诉我，天下能伪造他制的印版的人只有一个，叫做乐清，是他的同门师兄。只要找到乐清，这一切就都清楚了。不要以为我们都是饭桶，乐清的事情我们早就知道，也派人查过。乐清七年前就染上瘟疫死了。人死也有真有假，你们看到他的尸体了吗？尸体？尸体我们没有看到，得瘟疫病死的人都直接火化。哦，骨灰都供奉在城外的云间寺里。那乐清有一个女儿，你们知道她的下落吗？我们找过，但当时那个女孩还小，乐清死后就没人知道她的消息了。朱婷倒是告诉了我找这个女孩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哼，这事关一个女孩子家的秘密，我怎么能告诉你们呢？你说。好，告诉你们也无妨。乐清的女儿胸前天生有一块黑痣，乐清便在上面修饰了一下，刺成了一把斧头的形状，因为斧头就是鲁班神斧门的标志。不过告诉你们也没用，像你们这样粗鲁的汉子也没有什么机会看见姑娘家的胸脯。你，哎，既然如此，为了破案，就请你先去找乐清的女儿吧。那你先给我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钱。钱？什么钱？你说什么钱？让我破银票的案子，总得给我一张银票做样子吧。好，好，去拿下来给他。哇，我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银票。这些银票看上去虽然和真的一模一样，但上面印的号码都是重复的。钱庄只有在清点账目的时候才能发现，那时已经晚了。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这些就有用了。你拿这么多干什么？没关系，都是赃物，就借他用用吧。有了进展，尽快通知我们。嗯。哦，花公子，花公子，此人轻浮油滑，不值得信任。那，把这药给他吃下去，保证他三天之后会回来找你。又是一张啊！这人字982号已经是第七张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收一张银票就是1000两的损失，你一年挣多少？可我哪知道哪张银票是真的呀？看清楚也没用啊！我，你个废物啊！有人吗？兑银了啊！来了、哎，等等，我去。您兑银子啊？一张兑成现银，其他全兑成100两一张的。哦，好好好好好。您稍后。大同宝钞兑现银1000，银票11000两都要100两一张的。您数好了，这可都是上品的文银。不用数了，包起来吧。好，来，多谢惠顾。老四，跟着他。是。哎呦，哎，客官，哎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客官，您要点什么呀？哦，备一桌上好的酒菜，再叫2个陪酒的姑娘。好，
就您一位还是请的人没到？就我一个。不，今天我请客，今天在这里吃饭的客人全算在我的账上。来，听我说啊，今天这位大爷请客，你们的账啊全记在这位大爷的账上。来，大家敬他一杯，敬他一杯啊！来，好酒，酒美，人更美。过奖。公子，再来一杯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蓉蓉。蓉蓉，好名字。那你姓什么？娘家姓岳。哦，姓岳。那请问姑娘胸前是不是有一把斧头的刺青？你这位公子怎么如此轻薄？我虽然是青楼女子，但是卖艺不卖身。你不要误会我，我其实不是那个意思。妹妹，咱们走。哎，咱们继续喝。这怎么回事？走了呀，说走就走。就是，一点信誉。哇，好久。陆小凤，你这人果然不可靠，拿着办案的假银票出来喝花酒。你可冤枉我了。我的银票呢，已经在大通钱庄换成现银了。那还不是一样吗？不一样。银票这个东西，如果在钱庄能换钱的话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哼，陆小凤，你刚才喝的酒里下了三日催心散，三天之内，你如果查不出假银票案的眉目的话，就会中毒而死。三日催心散？不信，你看看你的手腕。三日之内，你要是拿不到解药的话，你就会痛心而死，苦不堪言。那就是说，你们觉得我这个人怕死了？你要是好好的查案，到时候会给你解药的。不必了，人早晚难免有一死，我早有这个觉悟了。死就死吧，我不需要什么解药，我只希望你们在我临死之前不要再找我了。让我安安静静的去死吧。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呀。告辞了。厉害的毒药，吐都吐不出来。卖茶，谁要喝茶？卖茶，来一碗。快点啊！来杯茶，醒醒酒吧。哎，陆大侠，您醒了。你不是大通钱庄的老板吗？哎呀，陆大侠好记性。不过我不是老板，我是全国各省72家大通钱庄的总掌柜，小的姓钱，别人都叫我钱老大。哎呀，你真会姓啊，经营钱庄还姓钱。哎，让陆大侠见笑了。哎，你们把我迷倒，带我来这儿想干什么？哦，不瞒陆大侠，小人是
有事相求啊。哎，哎，有话直说嘛，你何必这么客气啊？陆大侠，我就是银票案最大的受害人呐。大通钱庄这200多年的老店，眼看着就要败落在我的手里了。有这么严重吗？哎，你小心一点，不收重号的银票不就行了吗？陆大侠，您不知道，我们做钱庄的最重要的是信誉啊。这些银票虽然是假的，但做的和真的一模一样，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一张是正牌货。如果不给兑换，那就是砸了大通钱庄的招牌呀。而且现在朝廷不许我们声张此事，可哪有不透风的墙啊？这假银票的事情，万一泄露出去，那些在钱庄里存钱的人都来兑现银，我这大通钱庄立马就得破产啊。原来如此，陆大侠。而且现在假银票已经影响到朝廷在各地的金银流通了，倘若追究起来，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我只有求陆大侠您赶快破了案子，否则我……哎，等一下，其实我并不是不想帮你忙，只是我实在不愿与朝廷牵上什么关系。陆大侠，只要您肯帮我这个忙，我一定倾尽积蓄给您满意的报酬。哎，钱我倒是不在乎。好，陆大侠，您想要什么，我只要能办到的，我一定照办。好吧，我这个人生平吃软不吃硬，蒋龙落马如何威胁我，我也不愿意帮他们。可是你这么一跪，我真的想不出怎么拒绝你。这些就是最近收的重号银票，都快40万两了。再这么下去，钱庄非垮了不可。都是1000两一张的，和真的一模一样。如果不是重号，谁也分辨不出来呀。1000两一张。这张有什么问题吗？这张是我送到贵钱庄兑银子的。1000两一张的银票，肯定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有的。这位大哥，你会用1000两一张的银票买柴米油盐吗？废话，当然不会。对，而且你们看，这张银票上有9字，看来是在酒宴上使用过的。哼，你怎么知道是9字？不是夏雨林的。用文。银票上不但有9字，而且有胭脂的香气，不但是酒宴，还有很漂亮的陪酒姑娘。哼，你又怎么知道陪酒的姑娘是不是漂亮？这种西域大越国的胭脂上100两一盒，普通的陪酒姑娘是用不起的。陆大侠果然厉害，可这些线索有什么用呢？能舍得在酒宴上使用这么大额的银票，一定是富商还有巨贾。钱老大，你知道附近有什么地方能让这些人一掷千金的地方？比如大赌场。本地常年禁赌，没听说有什么赌场啊。一定是一个充满美酒女人诱惑的销金窟。哎呦喂，你看吧，你说的这个地方不是极乐楼吗？极乐楼什么地方？老四，不要乱说。哎，你说什么极乐楼？传说附近有一个叫极乐楼的地方，有赌局，有酒，有女人，许多武林中人和富商常去那里豪赌。那这极乐楼在什么地方？没有人知道极乐楼在什么地方，因为传说中那座楼是会飞的，它只有在夜晚出现，天亮时就会消失。这倒挺奇怪，那你去过吗？我不好赌，所以没去过。我想起一个人，他一定知道极乐楼的所在。这盏灯多少钱？3两银子。什么？
你穷疯了吧？一两，只给你一两，爱卖不卖？有小偷！有小偷！哎呀，现在怎么流行带假珠宝上街？真没意思。有小偷啊！小偷偷我的东西啦！快报官呐！我被小偷下雨啦！快打报官！快呀！哇！山中上等翡翠，极品的玉佩，今天就拿它了。这是哪家的公子啊？没用的公子哥，绣花枕头，哇！谁？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谁？快点站住！别跑了！站住！哎！陆小凤，出来吧！我知道是你，你出来！天下轻功好的人不少。但是我都追不上的就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西门春雪，一个就是你陆小凤了。但是这么无聊喜欢戏弄人的就只有你陆小凤了，你给我出。哎呦，你还敢踢我？这么久不见，你说话还是这么刻薄。听说你金盆洗手不干这行了。金盆洗手那是有钱人干的事吗？我要是有钱买金盆，就不用在江湖上瞎混了。天下第一神偷怎么会买不起金盆？不是偷，是借。我只是看见我中意的玩意儿借来玩几天，有机会还会奉回原主的。那这个机会可不多啊。这个扇坠不错，我替你还给施主了。哎，不劳烦了。哎，给我，这只是我借来玩两天的吗？那我先玩两天吧。你真的不给我啊？那还给你。哎，陆小凤，你耍我。哼。还给你。哎嘿，你是不是有事先求我？答对了，我想去一个地方，请你带路。什么地方？极乐楼。哦，这哎，怎么这不愿带我去啊？我不过是手痒痒，找个消筋窟玩玩罢了。如果是玩就没问题了，但是查案子就不行了。那地方很好玩的，你一去肯定搅黄了，别人怎么玩？我走了。你走吧，但是以后没人会和你比试轻功了。怎么？我中了三日催心散，三日之内如果不破这个案子，我就会毒发身亡。好吧，你知道去极乐楼的路。时间不多了，你如果跟得上我呢，就来得及。走啊！就是这个地方，不是了，快到了，走。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带我来这种地方？啰嗦，去极乐楼也只有这条路了。哎呀，哎，哎，哇，这，哇，搞定。喂。你是想升官发财吧？进来吧，里面宽敞得很。哎，
等着，马上就走。怎么回事啊？等着吧，没事儿，睡一下就到了啊。哎，怪不得叫极乐楼，原来每去一次极乐楼就要进一次棺材，去往西方极乐世界。我一向行善，也许可以成佛呢。你喜欢撒谎，保不准下拔舌地狱。没有舌头也好，说话也是个累人的差事。到了。到了。欢迎光临极乐楼，祝客官升官发财。请两位戴上面具。什么面具？这是这里的规矩，不是每个人来这里都愿意让人认出来的。好，两位请跟我来。哎，哼，请。请。你先看看啊，我去下注了啊。嗯，好。你来了。哎呀，手机不好啊。哎呀，我回来了。怎么这么快输光了？那也太快了。这里最小的一注就是100两，我身上那点钱刚刚一注。你那里还有钱吗？哎，给点给点，大方点儿。哎，这里不收银票下注，只收金银珠宝。珠宝，对了，算了。怎么舍不得？说实话，我还真有点舍不得。算了，都是身外之物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我就把这山驴压上去，连本带利一起捞回来。回来，小心人家把你逮个正着。谁？谁敢逮我？当然是山驴的主人了。你看，哇，你怎么认出来是他的？你看这位公子，浑身上下一丝不苟，只有手里的扇子没有扇驴，肯定是被天下敌神偷偷了，一时又找不到合意的。你还真是聪明。我倒想和这位公子交个朋友。嗯，给我。嗯，哎呦，喂，我这位公子请留步。手机不好啊。您掉了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？您的扇坠。多谢。公子看起来面熟，我们是不是见过？是不是见过我不清楚，不过在灯会上偷我扇坠的人不是你。公子真会开玩笑。你们身上的味道不同。公子请留步。哎，公子，我是这位公子的朋友。他是我朋友。嗯。喂，抱歉，我也是他朋友。哼，等等我，等等我。哼，请。陆小凤，你把扇坠还了他，我拿什么赌？这楼上都是些什么贵客？楼下呢都是些富商，楼上一般都是武林人士，我可不喜欢他们，所以我从来不上来赌。你不也是武林人士？错，我只是个贼，算什么武林中人？不错吧？各位，开局了。哎，这赢多少两？来来来，谢谢谢谢。今天的赌局是赛龟，一共4只乌龟。红背将军，黄眉天尊，绿头煞星，青面书生。各位请下注。怎么没人看好这只？我要20两。公子，
极乐楼二楼最小一柱也要1000两啊。您这太少了。你看这块扇坠值多少钱？哦，这可是稀有的佛手翡翠，市价至少是10000两。嗯，就算5000两吧，我请这位公子帮我赌一把。你不怕我输吗？输了算我的，请。哦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这局赛龟，这位公子赢了。哈哈哈哈，赢了赢了，哈哈哈哈。不知是何故。这两个人应该怎么对付？陆小凤果然不简单，我倒要看个好。带他们去三楼。是。这位公子，这是彩头。这些我不要，输了算我的，赢了算你的，没有输我就很满意了。那我就受之不恭了。好、哦，恭喜二位公子，不知二位有没有兴趣到三楼去啊？那儿的赌局更刺激。好啊，既然来了，如果不赌个够，那可太遗憾了。去看看也好啊。喂，来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赌得高兴，我怎么办？你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探听到极乐楼主人在哪儿，是谁。我觉得此人肯定不是寻常角色。好，这次我帮你，下次你可要让我好好赌一次。一言为定。走了。啊，二位公子，请。嗯，请。好香的房间啊！香炉里焚的可是龙涎香。公子果然内行。我们赌什么？这里的赌局不像楼下，是清淡的赌法。请吴燕小姐。追我司空摘星，没那么容易。二位公子，小女子有个请求，不知是否能把你们的面具取下来。好啊，我早就觉得戴面具与人说话不太礼貌。
小女子还不知道二位公子的姓名呢。我叫陆小凤，四条眉毛的陆小凤。果然是四条眉毛。在下花满楼。陆公子、花公子，极乐楼三楼的赌法一向是无言来决定的。今天的赌局名叫天女散花。天女散花。嗯，把东西端上来。赌法很简单，就是二位公子猜一下这盘花瓣是单数还是双数，请下注吧。好雅致的赌局，我全押上。花公子，你就押上那块扇坠吧。好啊，那我就押上这块扇坠。二位公子，看清楚了。二位公子，哪位押单数，哪位押双数？我押单数，一共是427片花瓣。花公子好厉害，能够数出来。呵，是不是427片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一定是双数。你看，花公子，你忘了数这一片了。看来是陆公子赢了。我只是运气好，跟花公子的真功夫不能比啊。赌博本来靠的就是运气。陆兄，请收下这扇坠。二位公子虽然有输有赢，但人生何尝不是有输有赢啊。今晚请二位尽情享受。怎么来了？怎么猜死？别喝我这杯吧，喝我这杯。哎，好我喜欢清静，不喜欢人多。这里的确很清静，可惜没有酒。在我这里，你恐怕空不出来嘴巴喝酒吧。
我只怕美丽的女人。美丽的女人会咬人吗？别的男人会因为妒忌而咬我的。谁会嫉妒？花公子。花公子，放心，他看不见无烟的美貌，当然不会嫉妒。看不见？他是个瞎子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姑娘，瞎子，你说的没错，我是个瞎子，无烟你早就看出来了。你见到我之后并没有贪婪地盯着我看，男人在见到我的身体之后还能保持这么冷静，不是瞎子是什么？姑娘果真聪慧过人。花公子过奖了。花公子，你怎么放着那么多美女不管，非要和我争无艳姑娘？陆兄，你误会了，我也是喜欢清静之人，所以随便出来走走逛逛，碰巧罢了。无艳只是个下贱女子，花公子不用着急，但今天先招待的应该是赢了赌局的人。陆公子，我想我还是不要在这里碍事了，出去走走的好。哎，花公子。陆公子，陆公子。无艳姑娘，你哎呦，陆小凤，你快来帮忙，这几个人皮糙肉厚，怎么都打不动。有那么厉害？果然如此。跟我走。放心，这是我房间，那些昆仑奴不敢进来的。哇，这些都是什么人？吓死我了，怎么这么大个子，黑得像炭。什么都不要问了，梆子声一响就要抬棺材带你们离开了，迟了就出不去了。可是这个给你。嗯，这是？陆公子若能够找到一串一模一样的佛珠就会明白了。快走吧。哦，这些是我离开极乐楼用赢来的筹码兑换出来的银票。哼，果然有鬼，这些银票都是重号的，而且每一张都是新的，所以我断定假银票的源头就是极乐楼，而极乐楼一定和朱婷的师兄月清有关系。你怎么敢这么肯定？第一，这种假银票的制版技术非常高，除了朱婷只有月清有这个本事。有道理。第二，极乐楼里面有很多的机关陷阱，只有鲁班神府门的人才会设计。可是月清早就死了。分析的有些道理，我们也没见过月清的尸体，还不能确定他是真死还是假死。但也不可以就此肯定月清就是主谋，说不定还另有幕后黑手，也许月清只不过是他的一颗棋子。好了，以后的事情我就不管了，你们现在就带人去抄极乐楼吧。可是极乐楼在什么地方？我坐棺材去，坐棺材回来，我怎么知道？那就麻烦陆大侠帮我们查出极乐楼的所在，并捉拿极乐楼主。哎呀，当初说好只是帮忙查清假银票的来源，现在又加码，成了要抓极乐楼主，太不讲道理了吧？你没得选择，银票案子不破，你休想拿到解药。好，我带你们去找极乐楼。当时能听到树叶的声音，可后来就没什么动静了，仿佛一下子到了天上。按你说的，难道极乐楼会飞？极乐楼不会飞，也不在天上，只是隐藏的巧妙，
一定能找到。我已经托朋友去找了。陆小凤，实在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从小桥一路找到这里，也迷失了方向。四周一片荒山野岭啊，极乐楼不在这里。司空摘星。啊，原来你就是传说天下第一的神偷，司空摘星啊。哦，多谢司空大侠帮忙。我可不是什么大侠，你是官，我是贼，和你们扯上关系可是大大不妙啊。我还不愿意跟你扯上关系呢。蒋龙，我们走，少跟这些小混混浪费时间。哎，我的解药呢？不要发作还有一天半，你如果不想七窍流血死得很难看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哼，看来我不应该出来呀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本来他们也没打算给我解药。哎，那现在你有什么打算？这毒真的无法可解，除了解药之外恐怕没有别的办法了。哎，你还记得这个吗？哦，佛珠里面有线索。不是，我们一起去拜拜佛吧，希望佛祖能够保佑我死后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尸体我们没有看到，德威义病死的人都直接火化，骨灰都供奉在城外的云间寺里。公子，都是些寻常的玩意儿。你看，这两种珠子虽然颜色大小都不一样，但穿珠子的线是一样的，打击的手法也是一样的，应该出自于银之手。哦，莫非吴燕想让我们来这里？老婆婆，这是不是您卖的？不记得了，每天都卖很多，不记得了。哎呦，花公子，您来了。您好。花公子，这么巧，你也来拜佛。陆兄，昨晚一别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。哎，花公子，您买些什么呀？哦，给我准备些香蜡吧。哦哦哦，好。我们到里面走走。请。花公子经常来这里拜佛？我只是来看一位朋友，顺便让自己清醒清醒。因为很多事情越是钻牛角尖，越是想不明白，不如让自己放轻松一点。哼，花公子风流倜傥，年少多金，也有事情想不开吗？那当然了。表面的风光是一回事，一个人的家里就算富甲天下，也扛不过每天都有数百万两的假银票入账。我说的没错吧，花家七公子？你说他就是天下首富花如令的公子？陆兄什么时候猜到的？花家是大通钱庄的大股东，现在钱庄出现假银票，花家一定很苦恼。花公子看来是奉了父命来调查此事的。陆兄果然聪明过人，家父花如令一直为此事愁眉不展。我虽然天生残疾，但也希望能够助家父一臂之力。现在认识了陆兄，我就有了信心，有陆兄帮忙，假银票案子一定指日可破。你这么肯定我会帮你？或许这就是一种缘分吧。难道花公子也相信缘分吗？我一直在想，人与人有缘可以互相帮忙，那么如果人与佛有缘的话，也许佛祖可以帮我们找出些线索。说的有道理，不过我今天来不是为了求佛祖指点迷津，而是为了看一位朋友。花公子，钱夫人在等您。两位，抱歉，我先去探望朋友，请陆兄在此稍候。请，请。好。这所寺庙不错嘛，香火旺盛，看来会有之前的佛像、经卷之类，我去看看。哎，这寺庙的东西你也敢偷，你不怕遭报？哎呀，玩上几天嘛，自然会奉还的嘛。
原来风也喜欢读佛经，看到姑娘在晒书，便上来翻翻。多谢公子。想不到这么清秀的女孩也在这禅院里清修。陆兄，你也到这儿来了。哎呀，我不得不相信缘分了，我只是信步一走便碰到了花公子。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就和我一起探望朋友吧。好啊，方便就好。请。请二位公子稍坐，我去备茶。好，好。霞儿，这是我炼制的百花散，用雨水煎服，也许会对令堂的病情有些帮助。多谢花公子。原来花公子的朋友就是这位霞儿姑娘。啊，说是朋友，其实是个长辈，就是霞儿姑娘的母亲。我刚才有些觉得花公子对霞儿姑娘有情，霞儿姑娘对花公子也有意，莫非是来提亲的？陆兄，你不要乱开玩笑。我和霞儿姑娘从小相识，有些兄妹的情分。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这更是佳话呀。纵然如此，我又能怎么样呢？霞儿姑娘只是在庙里清修，又不是出家做尼姑，花公子有什么顾虑？陆兄刚刚认识霞儿，当然感觉不到她心里的痛苦。痛苦？对，霞儿的母亲染上了麻风病，霞儿长年以来就在这云间寺里陪着母亲养病。哎，真是个孝顺的女孩。其实你应该认识霞儿的父亲，他就是大通钱庄的钱老大。钱老大？对，钱老大。我已经听到他的脚步声了。少东家，又劳烦您了，老奴真是感激不尽呐。不要这么客气，我只是来送百花散的。哦，多亏了您的百花散，贱内的病情已经大大的好转了。百花散只是起滋补调和作用，能治病的还是郎中开的药。我这么一个下人，让少东家您费这么多心思照顾我，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了。钱老大，还记得我吗？陆大侠，您怎么会在这儿？我想是缘分吧。爹。哎。陆大侠，少东家，这里说话不太方便，一起去钱庄再说吧。这对父女长相差距也太大了。你在外面好好守着，不要让人进来。是。少东家，假银票的事情我一定要尽快的解决，你要是要罚就罚我，这件事情和霞儿母女没关系呀。哎呀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小时候钱伯伯经常照顾我，霞儿也不嫌弃我眼盲，经常陪我聊天，我来探望是因为当初的情分，你千万不要误会。真的？更何况假银票的案子也不是你的过错，就算大通钱庄倒闭也不能怪你啊。有少东家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陆大侠，你那边查案子有什么进展吗？可以算有，也可以算没有。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很确定重号银票的来源是极乐楼，但是极乐楼在什么地方谁也不清楚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今天接到消息，再过两天钦差大臣就要来了，如果假银票的案子再没眉目的话，就查封各地的大通钱庄啊。要是这样，我这个钱庄大掌柜的就没脸再做下去了。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啊？你把女儿嫁给花满楼花公子和花家做了亲家，问题就解决了，这掌柜不做也罢。你
陆大侠，您真会开玩笑。这么说，只要能找到极乐楼，就可以破这个案子？虽然不敢说肯定，但是也有九成的把握。好，那今天晚上我和你一起去极乐楼，也许能查出点什么来。嗯。钻进去啊！这个接待客人的办法倒是很奇怪啊。不过我现在有点后悔带你来了。出什么事了吗？你那么胖，应该会很挤吧？这里，快！哎，怎么脚印到这里就不见了？脚步声也不见了，跟丢了。他奶奶的，遇见鬼了！极乐楼啊，做了一辈子守财奴，从来没这么潇洒的花过一回银子。这，哎，请。我全押上。对不起，我家主人喜欢真金白银，奇珍异宝，极乐楼从不收银票下注。你什么意思？认为我的银票是假的？我是大通钱庄的掌柜，难道我的银票会是假的吗？啊，原来是大通钱庄的钱老大呀。啊，请。哎呀，你也光临我们极乐楼，啊，这真是在下的荣幸。你就是极乐楼楼主？我极乐楼不收银票的规矩就是铁打的，也要为钱老大破一次例。哎呀，我也好久没有痛痛快快的赌一场了。好，今天我就陪你好好的玩一把，怎么样？陆小凤，你真能折腾人，你去极乐楼快活，让我来这里受罪。哼。娘，您早些歇息，我去煎明早的药。姑娘这么漂亮，怎么她母亲像鬼一样？哇！开牌，二四六大，极乐楼主升。钱老大，怎么样？还继续赌吗？谁怕谁啊？再押五万两。嗯，好。我跟。是盆纸吧？都输了50几万。不行，我今天非出这口气不可。压了，压了，压了啊！我在这赌
有线索。开盘，极乐楼主胜。再压。哎，这钱老大真是自不量力啊，明明不会赌还要和楼主拼。哎，今晚都输了60多万两银子了。管那么多干嘛呀，反正咱们有红包啊。别乱动。不要。刚才看见你从人群里走出来，就知道你要来这里冒险。难道这门有机关？岂止有机关呢，一共有3重，是一环连着一环，不小心碰了任何一环都会送命的。慢着，还有呢。好了。哦，好厉害啊。你是说我还是说机关呢？机关可以说厉害，但姑娘更厉害。油嘴滑舌。好精细的雕工，果然不在朱婷手艺之下。但是假的就是假的。吴燕姑娘，哦，不，应该叫月小姐。你看到我父亲的灵位了？我拿着你给我的佛珠，找到了云间寺，看见了月清的灵位，所以我明白了，你想让我知道你是月清的女儿。其实在昨天我不经意看到了你胸前的刺青，那是鲁班神府门的标记，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了。陆公子。吴燕姑娘，你没错，我就是鲁班神府门月清的女儿，这些印本都是我爹制造。月清就是极乐楼主吗？如果他是极乐楼主，我又怎么可能卖笑招呼客人？我爹他也是迫于无奈受制于人呢。把事情的真相告诉我。我快走。吴燕姑娘，楼主请你去下面招呼客人。好，刚才我有些不舒服，现在好了。这些笨蛋怎么又忘记关密室的门了？这陆小凤和钱老大已经走了一宿，还没有消息，不会是逃走了吧？不会的，陆小凤身上的毒还没有解，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明天钦差大人就到了，这案子还没有眉目呢。放心，有眉目了。哎呀，少东家，今天我为了给陆大侠制造机会查明真相，我整整输了90万两银子，现在啊终于拿到极乐楼制造假银票的证据了，你们看。我终于拿到极乐楼制造假银票的证据了。现在只要派人抄了极乐楼，假银票案就将真相大白了。说得轻巧，你知道极乐楼在什么地方吗？这我隐隐约约能猜到，但花公子已经闻到了。花公子闻见了？对，极乐楼就在我的鼻子里，
花公子的轻功不错嘛。论轻功，当然陆兄的好一些。我只对自己的鼻子自信。陆兄，我的鼻子是不会错的。哦，原来极乐楼就在山里面，真是匪夷所思啊。但现在的问题是，这边山这么多，入口在哪儿呢？我有办法。请。怎么样？花公子的鼻子真是天下一绝，我们已经确定极乐楼的所在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哎，不要着急，等天黑以后再走，现在还不能确定极乐楼的楼主就在极乐楼，不要打草惊蛇跑了元凶。嗯，有道理。姜捕头，骆捕头，骆捕头，什么事情？刚才外面来了个小和尚，让我给花公子带句话。好，你就在这儿说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事情要瞒着大家。小和尚说，云间寺的霞二姑娘想让花公子去一趟，越快越好，要不然就等不及了。原来是家人有约呀。既然是霞儿姑娘，就快去吧。那好吧，我尽量在天黑之前赶回来，告辞。霞儿，出了什么事？这么急叫我来？我，你别急，慢慢告诉我，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公子，快跑！公子，对不起。真心关在一起，只要大家奋勇捉贼，都重重有赏，不但有朝廷的赏赐，还有大通钱庄的谢礼。对，今天去的兄弟啊，每人1000两的红包，呵呵，谁抓住月清还有5000两的彩头啊。啊，这么多呀。好，我们去，我们去，去去去去去去去。好，陆大侠，怎么了？花公子怎么还没回来？就算去云间寺也早该回来了。少东家毕竟双目失明，真的行动起来很不方便，就不要等他了吧。说得对，真要有什么闪失，也不好向花老爷交代。天快黑了，就不必再等花公子了，出发。是。花满楼，司空兄，原来你早被抓来了。司空摘星，你看，你的老朋友也来了。我告诉你们，锁着你们的七巧连环锁是鲁班神府门的镇门之宝，除了月清，没人能打得开。不要动歪脑筋，都是被你们害的。本来我没招谁，没惹谁的，当初就不应该帮陆小凤这个忙，现在落得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嗨，司空兄，不要着急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好戏在后头？哈哈哈哈，好啊好啊好啊！我在这儿都被关了1天1夜了，赶紧帮我把这个破链子解开。哎呀，司空兄，
你先别着急，自然会有办法。走走这些大个子看起来挺吓人的，怎么没费劲儿就给解决了？哼，他们看见亲手扔下山崖的人好端端地站在面前，以为遇见鬼了。我可没有每天做棺材的爱好。怪不得极乐楼这么神秘，原来正如你所说，真是藏在山里，难怪别人都找不到他。带走。事情都办妥了？是啊，已经都办好了。啊，你们站住，当家的炮好了，站住，官差来了，站住。奇怪，怎么回事？不要白费力气了，机关已经被我破坏，你逃不了了。你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你不得好死！呀！别这儿，别动！有火口。他身上有鲁班神府门的标记，极乐楼主就是月清。这家伙真是死有余辜。死有余辜的应该是你。陆大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钱老大，别做戏了。极乐楼的主谋其实就是你。陆大侠，你不要乱开玩笑，他才是月清。你看，他身上有鲁班神府门的标记，他才是极乐楼主。错，第一，他不是月清，只不过是一个替死鬼。第二，月清也不是极乐楼楼主，这不过是个障眼法。障眼法？你们看，我早就发现这个人的手实在是太粗糙了，布满了老茧。月清虽然只是个工匠，但鲁班神府门的人做的都是精细活，手当然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，但是这个人的手太粗糙了。还记得朱婷的手吗？一派胡言！就算朱婷的手是白白嫩嫩的，难道月清的手也一定非跟他一样吗？你这分明是捕风捉影，是吗？那你还记不记得朱婷是怎么开锁的？你知不知道
鲁班石粉门的弟子手都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的小拇指的指甲非常的长。可是这位乐清却没有。好好好，就算你说的对吧，他不是乐清，可你凭什么诬陷我呀？我在大东钱庄干了那么多年，没有私吞过一两银子，这次也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才找到的极乐楼。贪污那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你的贪欲呢？现在你捞足了银子想金盆洗手，才假意协助我们毁掉极乐楼。乐清是用来掩人耳目。你胡说，这个乐清是假的，那真的乐清呢？真的乐清在云间寺。花满楼曾经送给霞儿姑娘一种药，这种药叫做百花散。这种药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异香，而这种异香在我从密室里找到的假银票上也闻到了，所以我断定云间寺才是真正印刷假银票的地点。真的乐清也一定在云间寺。没错，被囚禁在云间寺的那个钱夫人就是我爹。钱老大还派他的女儿寸步不离监视着我爹呢。你撒谎。这种剧毒的暗器藏在嘴里，看来他早就准备一死了。不，也许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幕后指使他的人要置他于死地。现在怎么办？去云间寺。这条密道是通向什么地方的？这条密道连接着极乐楼和云间寺，平时假钞票就是通过这条密道送过来的，走这条路可以省很多时间。司空兄，你觉得这次来的人是善还是恶？我猜不出是谁。来的如果不是陆小凤，我也希望是送饭的人。我都快饿死了。不是陆小凤，不过也是一位故人。陆小凤，你何苦非跟我过不去？我可以给你花不完的银子。我要钱没用，我只想做些有意思的事情，捉拿真凶，寻找真相，那我就乐在其中了。那你就忍心看着你的朋友死在你的面前？把花满楼和司空摘星带上来。是。走，快。陆兄，不好意思，拖你后腿。陆小凤，我还没活够呢，听他的吧。姓陆的，他们的命就在你一句话。不可能，你们能打开七小炼魂锁？是霞儿姑娘。花公子，霞儿，钥匙，给我伤他们！就在这里，大家上，一个也别放过。醒醒，霞儿，霞儿啊，醒醒啊！
霞儿，霞儿，这儿出了什么事？霞儿是个好姑娘，她早就不想帮着父亲作恶。刚才钱老大想带着霞儿逃亡时，霞儿不肯。钱老大要杀我灭口，霞儿为了救我挡了一击，便昏死过去了。那钱老大呢？跳窗逃了。啊，这只老狐狸！你一定是月清了。爹，我是您多年不见的女儿，您不认得我了吗？女儿，爹，爹，还不快去给我搜！抓不到钱老大，破案管什么用啊？不用搜了，钱老大就在这里。哦，刚才让人如此感动的父女重逢，原来是互相挟持啊。好个陆小凤，只有你能看出来的。不，还有一个人。哪个？落马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当然看得出这月清是真是假，因为幕后黑手就是你。什么？我？开什么玩笑？陆小凤，你脑子糊涂了吧？搞错了，搞错了，陆小凤，你可不要乱指，落马可是朝廷的捕头，会惹麻烦的。真相其实很简单，落马作为官府的捕快，一直在幕后指使钱老大私造银票，中饱私囊。那落马为什么要费力气破极乐楼呢？为了自保，银票案越做越大，朝廷也重视了起来。落马见情况不妙，就让钱老大故意留下各种破绽，想把责任推到月清的头上。而我接手查这个案子的时候，落马担心我会识破钱老大的伪装，于是他再次丢卒保车，想利用吴燕来诱导我，使我认为钱老大就是主谋。这样一来，钱老大的罪行败露了，落马也不用收拾残局，同样可以保住他的秘密。一派胡言，一派胡言！你有什么证据？刚才大家都看到了，明明我已经制住了那个所谓的极乐楼主，可你偏偏要杀他灭口。我气愤之下一时失了准头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哼，那当我揭穿了钱老大，钱老大马上就被笑面人暗算，这又作何解释？那伙贼人本来就是黑吃黑，关我屁事。况且笑面人已经死了，难道你还想栽赃是我在幕后指使了笑面人吗？不是栽赃，是事实。如果笑面人背后没有人暗中操纵，他凭什么要拼了命的去杀钱老大灭口？你，好好好，就算你说的对，笑面人背后还有人，那你凭什么证明那个人就是我？你说。哼，这个问题嘛，还得从吴燕姑娘开始说起。吴燕是月清的女儿，怎么会帮仇人呢？吴燕根本就不是月清的女儿，她只是落马安排在我身边，负责把我的注意力引到钱老大和云间寺上面去。她怎么会不是月清的女儿呢？她的胸口明明有斧头刺青嘛。谁说月清女儿身上有刺青？陆小凤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朱婷她不是明明说？没错，朱婷是说了，可那是我和她一起河边的一个谎话。所谓月清女儿胸前有什么斧头刺青，根本就是假的。如果有人把我们的谎话变成了真的，心里一定有鬼。没想到落马你这次中了我和朱婷编的圈套了。你怎么，你还不明白？从一开始花公子就怀疑你了。你们落马，当初月清神秘的死于异变，是你组织人手火化的尸首，造成了他人间蒸发的假象，之后重号的银票才出现了。案发后你又急于杀了朱婷结案，所以我早就怀疑你了。为了证实这个怀疑，花家找到了我，想让我来查清此事，果然抓住了你的狐狸尾巴。这我落马，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想把钱老大给甩掉，找吴燕假扮月清的女儿，
其实真正月清的女儿就是霞儿。霞儿，霞儿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钱老大一直都跟你留了一手，他不想一辈子被你呼来唤去，所以抢在你前面找到了月清的女儿，并把他们父女俩囚禁在这里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背着你大量制造假银票，大发横财。落马！你利用我发财，还想置我于死地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落马！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真是瞎了眼。花公子说你有嫌疑的时候，我还死活不信。没想到你装的刚直不阿、铁面无私，背地里竟然是这么个官府败类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拿上！陆小凤，花满楼，我看你们才是聪明反被聪明误。你们稀里糊涂的陪我唱完这出戏，大家都各得其所，皆大欢喜呀。可你们却偏偏不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你们谁也别想离开，这个产品下安满了江南霹雳大红天带，就等着粉身碎骨一飞冲天吧。陆小凤怎么办？你们怎么出来的？当然因为我了。陆小凤就猜到你也许会留这么一手，所以叫我早早的从狱里溜达出来，在外面守着。巧了，你设的机关从外面轻轻一碰就开了，我们在此已经恭候你多时了。落马，你跑不了了，乖乖的伏法吧。哼，我落马在江湖上行走了这么多年，还没怕过谁。你陆小凤未必是我破马刺的对手。哼，朱兄，这次全靠你了。哎呀，哪里哪里，都是陆大侠，没有陆大侠，这个案子怎么能破了？是啊是啊，来来来，请，请，请。哎呀，来了来了。哎呀，司空大人，岳兄，朱大人，霞儿，蒋大人啊，来来来，里边请。哦，好好好，请请请请请，来来来，好，请。哎呀，来来来，嗯，来。哎呀，多谢诸位，当初在落马和钱老大非人的胁迫下，怎么能想到今天还能享受这样的快活日子呀？哪里哪里，霞儿，快给大家倒酒。好，来，多谢姑娘，来来来，为我们今天的重逢干杯。好，干杯，干杯，来来。
坐坐坐坐坐。好好好，请坐。哎，吃菜吃菜。哎，小丫头，别看了，陆小凤不会来的。他这个人呢，只喜欢雪中送炭，可不会锦上添花哟。笨蛋啊，人家姑娘等的不是四条眉毛，她是……不用说了，她已经来过了。来来吃菜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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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菜，好，好，来来喝酒，来喝酒喝酒，干干干干，干杯！我天生盲眼，但交朋友一向很准，希望这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我不喜欢跟你在一起，为什么？因为你长得比我英俊，和你在一起没有女人喜欢。哼，你性格要比我可爱。凭着想象也会让人觉得你是个让人很舒服的男人。你实在太不可爱了，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去找霞儿？那你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你的过去呢？因为我喜欢管闲事，一个人太出名了就不好管闲事了。但是你破了极乐楼，想不出名都难啊。哎，我手上的红线怎么还没有消？难道你真的给我下了毒？糟了，是不是我搞错了？你快看看红线有没有在心口汇合。这位药叫心花怒放丹，中秋节前后服用，清火祛湿，遍体生香。行。成为兄弟是可遇不可求，那种无形的默契。你有一对在天空中相会，就一杯冲淡是是非非，两双腿踏破千山万水，从来不累终不悔，也在他乡交汇。你是谁为我擦到两泪，我是谁对你掏心掏肺，风一吹，时间的传说转眼就不